不是，这是个啥搁这摇呢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摇钱树啊！摇钱树非得那个摇钱树啊！你好，摇钱树啊！你好，摇钱树。好，他不搭理我呢。你得跟他一起摇，要不他听不见你说话。咋一起摇啊？摇钱树啊！哎，过年好呀！好啊！那个帮他招点财呀！哎呀，我这一年折腾都秃噜瓢了，哪还有钱呢？那摇钱树没钱不？这是个摇树吗？2023年春运即将开始。我说了，我今年过年肯定回来呀。年货办了，弟弟红包包了，行了，不说了，过两天到家了啊。哎，拜拜。咋整啊？我哪有钱办年货，哪有钱包红包啊？项目尾款没结呢。财神保佑，财神保佑，给我点钱呗。不然我咋回家过年呢？谁呀？那是个啥呀？幻觉。别关门呐。是你叫我来的。你谁呀？我是财神。谢泽成，男，27岁，平面设计师。人生当中第一个愿望想要一个变形金刚，第二个愿望想穿爸爸的西装，第三个愿望一会儿送我一个境界。你真是财神呐。孩子，你的真诚啊已经击败了全国 99.99% 的用户，成为今年被选中的幸运儿。所以您今天是来送钱的啊？你不是想要钱回家过年吗？谢财神爷，麻烦您了。不麻烦，衣柜里头看看去吧。这就变出来了。黑色大衣兜里有200块钱。那就是我的钱。对呀、啊，您不是应该给我那种钱吗？啊，手机拿来，转账啊。喂，你儿子在我手上，微信转账300块，你懂我意思啊？不是诈骗，就变钱。啊，没问题呀、啊，等着。吐打开门看看吧。打开门，这500万，拿去挥霍吧，少年。财神爷，我要不了这么多，一摞就行了。最新消息，我市银行保险库凭空消失500万元，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中。财神爷啊，这钱是哪来的呀？你聋啊？没听电视上说吗？你送回去。人电视上都说调查了，那咱把电视关了不就得了吗？你关了有啥用啊？拿银行钱那就叫偷。哎，那咱自己印呢？这判得更重啊。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就算是来了也抓不住啊。那他们来会抓我呀。你赶紧变回去。那个财神爷，嗯，你有没有什么合法的渠道啊？合法的啊、嗯，等着。吐啊！掏掏裤兜看看吧。我掏裤，要车钥匙。嗯，这合法吗？绝对合法。合法行啊，没钱我开辆车回去也行啊。儿啊，你可能不信呢，我刚刚在等红绿灯，突然车就没了，哗一下我就坐地上了。那个爸，没事啊，你往边上稍一稍，车就会回来了。你还回去？不是，这很合法呀。这不合理呀！你别总拿别人东西，你把我钱变多就行了。那这样，你给我100块钱。我给你100块钱。这不就多了？俩50。你嫌不够多呀？我这还有4张25的。4张就没有25的钱。您能不能凭空变钱？那不行啊。怎么呢？
我不生产财富，我只是财富的搬运工。可您是财神呢？但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呀。你这话说的你不违心吗？那要不这样呢？嗯，你往我这金元宝里放上10000块钱、嗯、明年这时候我给你10100。银行定期不一样。哪不一样啊？银行的利息它高啊。那我为啥不直接存银行呢？哦，你想要高收益的是吧？那当然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哥们儿月老他手里有个新项目叫丘比特币。丘比特币，投资少回报高，风险他还小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。不用了财神，当韭菜我比你有经验。这怎么能是韭菜呢？不是啊，我自己也买，你看我这账户上也有。你咋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眼前一黑。那个，我再给你想其他办法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你推我干啥呀？啊，你不要钱了？啊，我买彩票更靠谱一点。哎，对呀，我可以去给你买彩票啊。你还能给我买彩票呢？等着，这财神爷买的彩票，那不必中吗？买回来了，买回来了！这么快啊？你中多少啊？哎，不知道，得刮开才知道。刮，刮！财神保佑我，财神保佑我！哪有自己保佑你自己的呀？没中，妈今天运气不行。你这跟我自己买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会飞呀，我唰唰唰来回，我快呀。你光快有啥用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瞧不起我呀？我飞得快，我能干不少事儿呢，我。比如，我可以工作赚钱呢、啊，我效率肯定老高了。财神，他上班，他工作，这啥呀？我打听过了，这个1毛钱一个，这个1.5毛，你要是想要，我现在就给你整去。不，你这啥消息？哎呀，你瓶呢？没抢过那帮老头老太太。没事，正常。我还就不信了，我送外卖去总行了吧？我1秒钟我送10单。你别，真犟。你咋的了？我飞太快了，外卖撒一道，人把我开除了。我就说挣钱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不对呀。我应该是努力的方向走错了。啥意思呀？我得找个对口一点的工作呀。哪个专业跟你对上口啊？我是个财神啊、嗯、我当个会计总绰绰有余吧。我算盘打得可好了。算那个嗯阿西次阿勒是那叫 Excel。 没事，我再换个其他工作。我婆婆车。哎呀，你咋的了？我刚才去商场门口演财神。这多对口啊。他们说我演的不像。不能吧，你咋演的呀？不，就没有财神这个样子。那财神就这样吗？我做自己也不行吗？哪有人上班的时候做自己呀、啊？你们人类，你们人类真辛苦啊！你现在知道为啥一开始我需要你了吧？孩子，啊，你别着急啊，你是今年的幸运儿，我一定会给你想到办法。不用了，财神爷，您尽力了。没事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吧。不是你，我回哪儿去啊？你从哪儿来的？回哪儿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今天一定给你想到办法。招财猫来。这啥呀？
这是我的宠物招财猫。这招财猫，我告诉你啊，它这个小手啊，只要这么一招啊，这个钱，你手咋的了？过年活太多，累坏了，人手都累坏了。你别着急，我这不是在给你想办法。是了，控制不住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哎，他虽然手坏了，是，但是我哎呀。等一下，哎呀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是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知道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虽然，你左手能行不？没完了，不知道。你试试呢？你别在那，你让他试试。我右手刚坏，惦记上我左手了，不是累死我呀！哎呀，你试试，你万一要是能行，我干一年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你了。你，我走，我就跟你说。你别折腾他了，他就是个宠物。哎呀，说这话，对不起，我就是宠物，你怎么人眼看猫低呢？我多要强个猫啊！我没事呢就说我不行。我们家咪咪可厉害了，来咪咪，给他招个大的，招个大的，招个大的，招个大的。你看我行不行？钱包到账，有哎，2元，好像确实行了。2块钱起那么大范呢？2块钱不是钱。爱要不要？哎呀，事儿多。哎呀，你看生气了，多好个机会呀！你干啥呀？哎呀，我再给你找人吧。你回去吧。尽力了。财神爷，经理呀、啊，还有腿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呢。哎，找我来干啥？哎，帮他招点财呀。哎呀，没问题。不是你刚才。哎，财神爷，经理呀、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找我来干啥呀？帮他招点财，没问题。我刚才是不是跟？哎，财神爷，好久不见，找我来干啥呀？我都说两遍了，帮他招点财，都说了两遍了吗？嗯呐。哎，财神爷，他啥情况啊？他是条鱼、啊，他记忆只有7秒。那你们咋聊天啊？哎呀，我快点跟他说就行了。哎，财神爷，经理呀、啊，没问题，听明白了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我控制不住。爸爸，他俩有啥情况啊？哎呀，我忘了，咪咪最喜欢吃鱼了。你别急啊，我再给你找个人啊。咱不用了。不是，这是个啥搁这摇呢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摇钱树啊！摇钱树非得那个摇钱树啊！你好，摇钱树啊！你好，摇钱树。好，他不搭理我呢。你得跟他一起摇，要不他听不见你说话。咋一起摇啊？摇钱树啊！哎，过年好呀！好啊。那个帮他招点财呀！哎呀，我这一年折腾都秃噜皮了，哪还有钱呢？那摇钱树没钱，不就是个摇树吗？你想想办法呢。我真没办法。要不然你自己掏兜给他垫点。我哪有兜啊？你说的啥话呀？我这不帮你想招呢吗？哪能这么好？树哥，树。哎，树哥，哎，啊，听着了，啊，是这样啊，树哥，我真没兜，树哥来了，我要有兜，但能给你他俩咋出来了？树哥，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呢，你别碰，控制不住，咪咪乖，树哥，哎，树哥，哎，别碰，就碰，咪咪乖，树哥，啊，那个，树哥，哎，别碰，就碰，咪咪乖，树哥，啊，树哥，哎，别碰，就碰，停，嘛呢？你们这样我咋回去过年呢？过年了，树哥，过呀，过呀，刚才，过呀，我们过呀，过呀，哎，过来，下红包雨，哎，原来咱们哥四个一起摇，能下红包雨呀、啊？真是红包，我就说了，我能帮到你吗？等会儿，这也不是红包啊。这就是个福字啊，那就祝你，树哥，过年好啊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哎，王总，过年好，我那个项目尾款呢？不是，我没看电视，就现在有棵树啊，还鱼，哎呀，解释不清楚，王总那尾款你啥时候能结呀，王总？